大家好，开心哥啊，今天给我非常快乐的开箱啊，一个小箱啊，开箱一个小箱，小箱中的小箱，那就是这款，是吧？这个牌子的各位老哥一定不陌生啊，这是2021年的新品了，好吧？就这个牌子 5M 的这个箱，它就是这个对吧 ？Wolfsburg 这个可能之前见过的这个大盒啊，这是 Wolfsburg 复刻品，好多颜色的，那这个就是一个。又来一个模块化，这个非常枯燥，好吧？那接下来就给我这个三分钟的时间，然后看我研究一下怎么样不破坏这个包装的情况下把它拆下来。好，那么开箱失败啊，这个我以为把这个拿掉就可以了，其实发现跟那个根本没有关系啊，它就是这样从侧面开的。哎，这个开箱啊，这个非常的不专业啊，不专业，好吧？那就直接好拿出来看一下。哎，看这个标志，这个泥色啊，可以对比一下这两款的大小啊。这个是一个杂物箱的，可以说它这个模块化的概念，这个新品啊，这个哇，这个好舒服啊，这个抬起来，这个哎呀，这个哎，这个嘣一声啊，这个它肯定是密封哈，有这个 O 圈的嘛。好了，看一下这个配备啊，配备这个 O 圈在这里。跟了一块魔术毛面，可能是贴这里的吧，你可以再粘一些东西的吧。好，这个就是里面它这个模块化的了，它这个里面这些小的风格它也有单卖哈，然后好像你应该可以啊，单格一格一格都可以拆出来，这个就是这个18650了，我们等一下试一下，好吧，这一组就分不开了吧，应该是。它这里面有写啊，这里面有写，大家看一下这里面这个风格。啊，18350、18650啊，跟这个 CR123，好吧，你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单独购置的哈、啊，里面这个小的风格，官网是有的。等我一下，我们再说价格哈、啊，价格就稍稍枯燥一点。好，我们都拆出来，都拿出来给大家我们看一下。哎，好，这个我觉得 Wolfsburg 或者是什么，应该早晚会有复刻哈、啊，我个人感觉了。找了几节车范的电池啊 ,CR123-18650,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，里面这个厂牌它就是给你放这个哎 ,CR2032, 好吧，放这个电池用的啊，这你还可以放四节，这个也不错啊，这个也不错。然后就是这个槽位了，我们看它这个安装呢啊，这个先放在这两边有槽位啊，先怼到这边，好吧，然后这边再放进去就可以了，然后你可以调这个位置也可以。啊，我觉得拿出来调会方便一点啊，抬就抬这里就可以了，好吧？这个是18650的，我们先放个这个好吧？你可以自由组合了，我觉得这个位置哈、啊，自由组合，或者你不放东西的话，你腾个位置放点别的应该也可以，不放电池。哎，我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啊，这个先放个18650的，啊，这个是粗一点，哎，这个就刚刚好，哦，这个拿取倒是挺方便。薄的这一款呢、啊，其实可以放哎两个啊 ，CR123，这你还可以再放四节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把这个替换掉，好比中间这一组，你把它拿掉以后，哎，你就可以把这个，啊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这个配置大家看一下，基本上这个16340，这个就我电池就比较少了，啊，这个我们就把它拿出来。有点紧，好吧，然后这个窄的就是放两节 CR123 的，哎，我们也把它塞回去。好，然后你可以自由组合嘛，对吧？这个哎就舒服了，把这个我们放 CR123 啊，没有问题，这个拿错了电池，好吧，上面两节大的，好，然后再来两节。哇，卡扣啊，这个都是 Molly 的，它就是这样操作的。你可以先，我记得好像是先装上这个，好，然后再把它扣回去啊，是这样安装的。这个看看复刻的这个好吧，这个 Wolfsburg 这个我记得我们之前这个好像给大家拍过吧，我们，它这个也是类似的这么一个结构，这个也是 Molly 的。啊，它是给你插上以后，这个是可以拿下来的，它这个扣，啊，然后你再
我先装这个，然后再把它扣上去，因为这个盒子比较大，可能会方便一点。好吧，这个复刻品，哎，看看里面啊，看看里面。哎，既然拍了，我们就对啊，全拍一下。好，价格呢59刀，哎，这个就比较枯燥啊，59刀买个电池盒，是吧？这个平常对吧？看我们放电池就是这样，也防水防潮嘛，是吧？这个就下不去手啊，这还是等这个黑五啊，黑五就才入手这么一个，对吧？这个对吧？放电池盒我们给大家拍过很多款了。对，很多很多款了，这个511的一个我们也拍过的一个停产款的，那也是猫里的是吧，也可以放腰带胸前都可以是吧，还有那个之前那个 Condor 还是什么组合的那个啊，那个我们给大家拍过是吧，放5号电池7号电池 CR123 都可以的。好，然后这里面呢，因为还是在 TD 买的哈， TD 现在反正哎，说到这个转运商就是很给力啊，现在不拆箱的不原箱不给你拆开的转运商真的不多见了。好吧 ，TD， 看 TD 每回都是送一堆有的没的东西啊，啊，因为又是这个对啊，有圣诞节嘛，团队吧 ，TD 这个团队的，好吧，他今年哎，这个也很给力啊，小绿人啊，小绿人提醒我们生活不能没有一点绿啊，老是送这个冰人，小冰人啊，就是这么今天一个愉快的开箱，好，记得开心吗？记得开心。新品啊，新品，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我是泰九开心哥，我们下期再见了啊！我的油管改名了，油管改名了，好吧？大家看记得看一下，好吧？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